冯一鸣综合报道，安妮宣婉一身家，老公得进集团 CEO 陈荣认为进一步拓展娱乐王国，强势进军高级中表零售业，与澳门美高梅欧开设兆丰年终表综合店，还请来夫人助阵。开幕当天，老板娘安以宣穿着一袭浪漫露肩小礼服现身，手上还带住一只价值百墨的昆仑蓝色金桥圆形表，出席剪彩活动，看得出来力挺老公到底。小露美腿的安以轩在老公陈荣烈身边显得小鸟依人，完美展现女神魅力。他表示，高级腕表不但是包饰工具，更加是艺术品。兆丰年终表在澳门开设的首家综合店，都落了六个独立制表品牌，各具特色。不论是喜欢复杂机芯的男士，还是心仪珠宝腕表的女士，都必能在这里找到心头爱。一席话说的果然有老板娘架势，看来为了真爱，安以轩果然卯足全劲宣传。该店占地超过117平方公尺，强调由于舒适，安以轩又与陈荣恋感情甜蜜。昆仑表提供安以轩为老公陈荣恋开设的钟表店站台，昆仑表提供